怎么？你去哪里？怎么这些臭老夫上来听不懂啊？好了好了，哎呦，没有，发抖哎呀 ，BET 啊哎呀，我已经到病房了。那个啊哈，八楼 B 一七呀，嘿啦 ，A B C D 的 B 呀，这边啊这边，嘿啦，一七啦，嘿，你问那护理师，你那个吗？嗯，就这里，好吗？帮你，慢慢，给我。干啥？
挂呗。好了吗？啊啊！哦，现在就是把钱交掉。你下午呀？鸡汤。没有。嗯。这是什么吧？电影吧？不是，怎么办？这么担心？这么担心？你猜呢？冇得。冇得。这个是。嗯。冇工作。冇想了想开。是。夹上冇开。是呀。十八岁。不会夹。好吗？我跟我讲。我跟。好吃吗？喂，阿勇子，我家都单烟的啦，都有病床了，就挤压到现在那个肝那个什么，扁桃现在装一个支架，装支架，要改善吗？肝脏那里呀、啊，肝那里呀、啊，他用嘴呼进去，那装个支架要6万，嘿呀、啊，那应该装，不能那种塑胶的哈、哦，塑胶的哈、哦，就健保给付，那就差不多3个月而已、啊，不要管你事啊。啊，我这个就、啊、有欠吗？对啊，我就想讲，啊，你甲啊啊做个咩心脏装支架，年纪都当然要，该帮他装过个，我就想讲，嗯，装这个就，哎呀，伊讲好歹哦，你身上咩有评估啦？无惊，你讲好做得装好个就装好个，啊，做唔得装就浪费那个钱啦。他说，如果说装金属的。也有容易会塞到啦，跟你肿瘤啊，会堵到啦。啊，仅仅装金属的啦，可以装那就帮我装啦。啊，如果真的不能装，就装塑胶的啦。塑胶的就健保给付，不用钱。你干嘛？装不用钱，6万5嘿。就唔是讲三年也要过得总一百个样啦。有惊？嘿呀、啊。无。
啊，其实有讲啦，是讲亲属的，唔敢咩，唔敢乱讲，确定说要观察才知道啦。讲过那样讲啦吼，不一定会在主烧到，也不一定啦，就会要浪费那个六万五啊。好吧。唔对啊，就不对，两个都讲我们要全部缝缝衣服哦，而且都观察到他不一定让给让做的作业呐。作业水。无啦，我甲你讲，后来才帮输药。都是这样讲啦，是看他的，结果看唔懂啊，结果过到以前啊，输药，输药，好不好？来吃吃来吃。对呀、啊，我总不能取消啊。对呀、啊。怎么不对听的？无，哎、欸，你吃饭啊？取消没有吃饭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唔怕啦，你的卫生还不普及的。好痛吗？这边好痛吗？啊？好好好，嘿呀，什么？啊，肩头你啊呆哦，我呆到去，肩头你啊眼拢呆哦，我呆到去推的身上工作的作业，那工作的作业啦，不要，你还唔滴啦？来做家徒一个。急诊室宠物奶奶来一个毛将的啦，这就给都用几多公的，几年的都给，也宠物的几米的嘿。二十你管不爱吃？那一个一个。好了哈，那我吃也。你莫这么这么吃。好啦，还是讲礼貌讲我。那人家讲问他，唔免问我多少点，一点下来一点半，起码打电话问下来，几多冇打都问下来。嗯，好，主人讲，好，拜拜哦。啊，我呢？慢慢来呗。好。等。好吧。不好吃。不好吃。哎呀，我昨天吃挺好的。吃咩？哎，不干。不干，你哪来个？卢高，伊都，哎，伊是打那个尼林，土古来，那古来。不干，你哪来个？干。我还做水呀、啊！不要巴松。我讲讲，你好好陪着我。讲讲。